今天呢，姐姐还有没有餐具？餐具在弟弟那边吧。还有弟弟跟绿光叔叔在这边呢。哦，对，在吃三金字面。这也是素食的哦，那超好吃的。这里有菜，有汤，哎，这是饮料啦，还有南瓜，还有这是主餐，不得了的好吃。这是我的，我的是红烧的，不得了的难吃，超好吃的。绿光的是吃煮熟的，我拍影片，对，好吃哦。好，弟弟，快点，你要吃面，我夹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要吃了，开始吃了，好不好？